超商几点买东西，再顺手带个十几块的商品，硬是要凑个一点。因为现在送的不再是公仔或是什么联名玩偶了，这个最实用。马卡龙设计的陶瓷锅，还有各种形状、方形、圆形跟爱心，让煎蛋更有趣。锁定的就是小资女孩，一元一点啊，就很划算。我觉得它很可爱。超商跟卖场都掀起了一场锅具集点大作战，全家的集点门槛最低一块钱就有一点，加价299再送煎蛋锅 ；7 79元一点，加价699元就有汤锅。卖场则都是锁定妈妈族群，顶好150元一点送平底锅，全联门槛最高200块一点，80点直接送锅铲，加价再送汤锅。这个对来这边消费的家庭主妇其实还蛮适用。对，我妈妈他们急得很热络，还好啊，反正比较吸引人。对啊，而且厂商脑筋也动得超快，也不是实用就好，就连外观跟形状还有颜色都得要走疗愈风格。几点赠品大班风，从过去的可爱风到现在深入你家厨房，就是紧抓上班族的小确幸，吸引民众来二次消费。记者杨格、周一蝶台报道。